洪文雪，这次我绝对袂让你离开家。就算要死，我嘛要替你做回事，因为我无可能给任何机会继续伤害我的后生。熊阿哥，我要让你死啊！我来做回事，人家。哪呢啊？哪听的呢？大家都因为停电，今年到出来看有什么状况。那只有阿官对面病房，我无要无见啊。马小鬼，给小心！你两个还是一时空间买无见，赶紧你赶快我那把刀子去。红雪，你在讲啥？红雪。到底创啥？你莫甲应一声，红雪。免话，志良听无，而且伊嘛袂来较请。你这查某要死啊，搁伫遐假鬼假怪，你讲死，去死啊！放手，你搞起来！天，只要你伫遐这个时阵，那奈个真正无法度正常。志良，就是我的。志良永远是我的。放手！之前叫你放手。洪雪，你记性啊！你有听到？我是讲，洪三记定哦。你记性？洪雪。你干嘛？车票后边哪有？你讲这，你嘛有一对啊？我不会做天使啊！嘉云哥在等我，我袂当让嘉云等我。我在我的屋头，我看到你了，了先，我不可能再帮你母仔不再理他。我若真正要做天使，我干嘛要做我母仔的守护天使？啊，我今麦把你的翅膀揢掉，下面就是回去的路，你敢跳吗？我想到，那呢？我算到三，你就跳。一、二、三。你今天在搞什么？干嘛在这里走？干嘛？你太早打电话给我，我嘛不知影，一定是因为你有需要，我娘才给我这个机会。
你的声音听起来这么虚弱。无啊，我人无遮爽快，不过无代志啊。听到你的声，我就好心侪啊。你敢知影我历史以后拢着希望讲会当，搁见着你一面。我真想袂到，咱竟会当讲话。你无应该一直思念我。我嘛知，不过我真正无法度控制我家己。子晨，所有我跟你讲的话，你要认真听，要听入去心内，知影无？我对你的爱，是希望你会当甲较早同款。咱两个做伙的时阵呢，遐尼啊幸福、快乐，你是一直在思念我。我真正足困难，我起码个无法度相信到你会离开我。我嘛是自责，我家己无甲你照顾好。我感觉真的很危险，我真正很艰苦，我的心真的很痛。可是你无法度放下你心内这份危险，那一切危险会变作是我的牵挂，你的爱变作是我的负担。我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幸福的你。因为我以后也我无机会去跟你讲话啊！阿辉，志晨，我讲的话，你有听到无？我听有，我拢听有。我没有爱，变成是你的负担。我会快乐，以后快乐，没有你烦恼。